一样振奋人心的家人们来满屏把欢迎几言刷起来，欢迎几言，欢迎，欢迎，来欢迎几言。哎呦，小静姐，是不是超级漂亮的？来，景年今天真的是超级漂亮的啊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吴景年上线啦！啊，很开心来到我们管理的直播间哦。来，景年已经上线了啊。那么我们会发现，景年现场是不是真的超级漂亮？超值啊！好漂亮！在外面外场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被景年惊艳到了。我觉得电视上面只投出了他三分之一的美，还有三分之二的美呢没有投出来，但是今天被我看出来了，因为我今天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他，所以呢真的很开心景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谢谢小易，嗯，不客气，真的今天看到景年真的太开心了啊。那我们会发现最近身边呢有很多的姐妹们是不是都在追我们的那个浪姐，对不对？那讲到这里呢，我会发现其实景言呢日常在舞台上真的能够看到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在练习我们的舞蹈啊。那请问景言，你在训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家人们进行分享？这次三十个姐姐在录制嘛，然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就是分享完美好用的护肤品。其实我发现每一个姐姐都有自己的护肤秘招，就是但是一定要下功夫，对，一定要把时间留出来，然后要每天早晚的要去坚持。每个姐都在这么做，为他们在学习他们的什么独家秘方，所以也是跟三十位姐姐都学到了一些不同的护肤的一些小秘招， 对，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努力呢就一定会有回报，为什么？你不光可以会发现我们的景言会在闪闪亮亮的舞台上面呢发光发彩，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景言同时也会学习到一些小小的秘诀。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最近一打开视频啊，就会刷到那个景言的传家。当然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传家的这个追粉的人啊，所以我今天一看到景言我立刻就说啊，小姐下午好呀。因为这个剧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啊。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请景言帮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吧，好不好？对，传家呀现在正在播出，快去看。嗯，然后我们的制作非常的精良，有好看的百货公司，很好看的衣服，然后有我聂远还有兰姐第二次合作，有动人心弦的故事可以让你笑得开心，也有很动人的情节会让你哭得痛快，什么什么都有，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就在我们的传家。是的，而且呢我最近有看到就是你泼茶的那一个剧，真的是你的头发真的超级好看。哎，你追得很快啊，昨天晚上刚泼茶。是的，因为昨天我到了以后我就把传家就追平了，刚回来泼茶。嗯，是的，忠实剧粉是不是？对，我真的是忠实的，我不是伪粉啊，我是真的。那么其实我们话说回来啊，我们会发现景言这一年呢不只要拍戏要参加综艺，是不是还是空中飞人到处飞，对不对？嗯，我们会发现景言日常的生活呢其实已经被工作填得满满的了。那讲到这里，其实我想就是代表景言的粉丝去问一下景言，你日常这么忙，你还有时间去护肤吗？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很多的好奇宝宝都想知道啊。那想让景言分享的家人们赶紧把想字满屏扣起来啊，让景言帮我们去传述一下他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护肤秘籍。就是要花时间然后选对的护肤品。嗯，这没有办法，因为今天那个大家看《乘风破浪》更新的那期真人秀也是把我笑惨了，是我木桃是我洗脸洗了一晚上。嗯，洗脸洗到一晚上，洗脸洗了一晚上，就是在很认真的护肤了，因为每天带妆时间很久。嗯，不停的补粉，就是清洁一定是最重要的，清洁之后还有保湿，然后还有修复，然后还有其他各个程序的一个流程，就是每天早晚还是得坚持的。对，所以呢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对不对？就是世界上呢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对不对？所以家人们呢赶紧勤快起来啊。谢谢景言的分享，那么家人们呢赶紧用小本本把它给记下来，要是有用的护肤呢家人们赶紧去把它抄起来画个重点。
而且我们会发现今天六幺八了嘛，对不对？那么我们非常有幸呢，邀请了景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六幺八的美物挑选官，为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呢去找出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产品啊。所以呢，我相信景言应该也有非常非常多一些好物可能会给大家进行分享啊。慢慢来，一个个来。是的，那讲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景言，日常你应该熬夜会很多吧？会作息不规律了。作息会不规律，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你因为作息不规律有没有出现过第二天水肿？那如果你出现水肿，一般你怎么急救？就是水肿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眼睛，对，眼睛就是会早上起来用按摩仪，做一个简单的消水肿的一个按摩，然后选择一个早上适合用的眼霜，还有就是喝那个黑咖啡，然后晚上千万睡觉之前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喝太多水，然后真的会眼睛就是这个消肿要到下午才消肿。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早上如果一旦你的眼睛肿，是不是不容易上妆？就是上完妆也可以，但是不好看呢。是的，就感觉眼睛肿肿的，对吧？对。来，今天呢给家人们安利一个美容仪，这个也一直是我们景言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一款产品真的景言超级爱了，一款我们眼霜跟美容仪相结合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如果你想快速消肿，一定要去用到它。一边呢是我们的按摩仪，一边呢是我们的眼霜，就是按摩加护肤两不误，还能节约大家的时间。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摆在景言面前的这款产品呢是完美的爆款小红笔眼霜。如果你是经常喜欢熬夜的粉丝啊，家人们一定要准备好了。如果你日常一熬夜一追剧一打游戏，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不是眼睛又肿又有黑圈圈还有眼袋袋，对不对？所以你用这款眼霜的话呢，它的这款眼霜，首先第一点，它前面啊，这个是鎏金微震的按摩头，不光可以很好的将眼霜导入在我们的肌肤之间，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去消水肿。它真的可以及时消水肿。我拿到这个产品以后，用的那天，我就是被这个设计，这个黑科技惊呆了。它是完全不用充电的一个按摩头，然后挤出来的眼霜用在眼睛上，秒当就用了。很快，两三分钟，然后整个眼睛就感觉消肿下去了。是的，这款产品呢，一般按摩三分钟左右呢，就可以很明显的去消除我们眼部的水肿啊，而且超级快，也很方便。我们这款小红笔眼霜呢，它是按摩头，跟其他的按摩头是不一样的。第一，它有184个金钻切割面，可以很好的365度的贴合在我们的皮肤，就是你用到它，有一句叫做爱的魔力转圈圈，想转几圈转几圈，而且呢可以很好的贴合在我们的皮肤上面，不会去像那种用手法一样的去拉扯我们的细纹。使用的时候呢，先将眼霜来，可以那个景言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啊，使用的时候先将眼霜挤在我们的这个按摩头上啊，是的，够了，是的，然后呢通过在手上打圈的方式，你可以感觉到它是有点微微震的，要把这个手啊放到这个就是它这个鎏金的金属位置上，它就会自动震，不用充电，天天都可以这样用。是的，而且景言你用完之后你感觉是怎么样？就是完，因为它有这个切割面嘛，这个皮肤特别在眼部，你不会觉得拉扯，就很光滑很舒服，而且冰冰凉的感觉。最主要的点就是它的这个震动感会完全让你释放你的双手，对不对？对啊，而且还有一点，刚才景言又给家人们敲了个重点，第一，它不用充电啊。日常如果你熬完夜还要等充电呢，是不是感觉很烦呢？就是你要等半天。这款眼霜呢，它是自带了我们的双电池，不仅不用充电，还可以用很久。同时，日常出门旅行啊、坐高铁啊、坐飞机啊，都是可以直接带上飞机的，不需要开关，接触到我们的皮肤就可以微微的去达到一个震动效果。对，而且它不止就是你这个头触碰到了皮肤，它就会震动，而且震感还蛮强的。是的，震感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是比较好控制的。那我们会发现景言呢，它特别特别会去挑选我们的好产品。我真的会发现你不光会很好的去挑选，你还特别喜欢乐于跟家人们去分享，就好用的东西大家都要用啊，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不是？在那边的休息间分享给我的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的，而且呢好像安利给你的化妆师了，是不是？对，我说我箱子里就有，晚上拿给他试试。是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啊，这款小红笔想要的宝宝们千万不要离开啊。首先第一点，来运营帮我把这个产品置顶一下。你置顶已经置顶了。这个问题呢，比方说你的眼部有一些干纹细纹的，你的眼部有一些黑圈圈的，你的眼部有一些带带子的，你就可以去用到它。这款产品它的淡纹效果非常的好，
不光可以消除我们的水肿以外呢，还可以去紧致、淡化我们的细纹、淡化我们的黑眼圈。讲到这里，我想问一下金妍，你知道这个眼霜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强吗？因为我知道它里面写的有多重胜肽，因为我胜肽我知道它是一个 K 老的一个成分，它里面还有多重，也就是说非常厉害了。哇塞，真的是太会挑重点了！我相信你上学的时候就是记东西，应该记得非常的好，学习课代表学习课代表是不是假是？的。我们会发现这款产品啊，它里面有多重胜肽加24K，我们的纳米金的作用下呢，你像如果你有熊猫眼呀、泡泡眼呀、熬夜呀、细纹，都是可以一笔勾销的。而且还有一点，小红笔呢，它里面添加了我们完美独家专利的 3D 胜肽加一金加一铜。它的这个 24K 纳米金，它属于是棒状的纳米金，非常好被我们皮肤吸收。而且它的这个棒状纳米金加合了我们的 3D 胜肽，它的紧致效果可以提升160%。效果非常好。那我刚刚也是试了智力嘛，但是我想替我们的宝宝们问一下，他的智力会不会很粘，会担心长脂肪粒什么的？完全不会。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说，就是别人讲再好，不如自己去试用，对吧？谨言，你刚才把这个眼霜用在你手上的时候，你的膏体感觉是怎么我样？当然知道啦，这我已经用了几天了，它的膏体就是冰淇淋质地的，非常清爽。然后我这两天也是带妆嘛，天天带妆，有些厚的滋润的眼霜确实会卡粉、搓泥一坨一坨的，但这个这两天完全不会，而且到了晚上，现在已经晚上了，我的眼睛还是很湿润的这个地方。而且不会说化了妆出现卡粉的一个问题啊。对。所以来，今天家人们看好了，因为谨言空降到我们的京东自营直播间了，所以今天正好赶上618，对不对？来，谨言一到，是不是必有优惠？来，听好了，运营帮我把这个产品置顶一下啊。你置顶。日常去买它，是不是398？今天因为谨言到场啊，这个产品到手只要298，你今天买30克得60克，是不是？哇哦！就你送的比你买的还要划算，60克等于3支眼霜。是的，等于3支眼霜，同时来再给你赠送一盒面膜，一盒里面5对，1、2、3、4、5，5对直接送给你们。而且还有一点，关注直播间。关注谨言的，来，我今天再给家人们送我们的次抛精华2支。这个次抛精华是敏敏肌也可以去用到它的，所以想要的家人们赶紧去拍到它啊！到手满满当当，只要298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个品也给家人们安利了，同时呢，价格也给家人们说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直播呢，已经进入到一定的环节了。就到了我最喜欢的送福利、送免费的福利的环节了，送免费福利的环节啊！来，这样子的，家人们想让谨言送什么？别人说亲笔签名照送不送？这个肯定要送的。来，这样子的，别人说亲笔签名照送不送啊？那说是迟，那是快，我们就直接来送这个吧，好不好？来，我们现场可以送几个？什么？先送亲笔签名。亲笔签名可以送几个？9个。9个。嗯。来，哇，这个大气。我一点。亲笔签名照9个啊！来，把亲笔签名照拿过来。亲笔签名照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场的家人们有9个人可以去获得我们谨言的粉丝到。这个九的寓意是不是寓意着就是家人们跟完美以及谨言长长久久的这个寓意？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寓意，所以才给9张的啊。那来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好东西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对不对？啊，来这样子的，我现场提问3个问题，每个问题呢，粉丝宝宝如果答对了，在评论区说出正确的答案，我们会给这个说出正确答案的3位宝宝送出谨言的签名照。前3名呢，以我们截图为准啊。敲黑板，再跟家人们讲一下，每个 ID 只限一次，这样可以吧，谨言？每个 ID 只限一次。对，每个 ID 只限一次，可以吧？可以。啊，来，家人们看好了啊。这款谨言的签名照，我们问3个问题之后直接给到家人们，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来，可能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了啊。那我们激动人心的环节马上就要到了，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家人们，我看有一个咕嘟咕嘟说准备好了，你加油哦！你是时刻准备着吗？来，听好了，家人们，最近呢，谨言参加了一个热度很高的综艺，叫做什么名字？我感觉这个就是送分题吧。哦，我感觉这个就是送分题吧。来，评论区的家人们，赶紧把题答案刷在我们的屏幕上。哦，我看到有很多人说《乘风破浪》，
我先给家人们讲一下，乘风破浪才是对的，后面的那三个字是不对的。来，我再给家人们一个送分的机会，就四个字啊。对，没，不是，就四个字的节目。是的，只有四个字啊，乘风破浪，只有这四个字啊，家人们满屏把这四个字 Q 起来。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家人们已经答对了啊，来，乘风破浪，我们现在是不是答对一道题截一个图啊？哦，对，讨论答是不是？我们答对一个图，截图的前三个，对吗？啊，来，我负责截图，来，谨言负责倒计时，好。好，三、二、一，一，加油！好，好，已经截到了啊！哎，没有截到，来，再来一下，再来一遍。我们都没截到，我们旁边的运营，你怎么不开心？来，三。二一截啊、哦、好、哦、我已经截到了啊，来，这样子的，我看一下是哪一位，来，我们前三位，要不请景言读一下前三位。薯条就可乐，嗯，走心阳光，南风星空下啊，听到了吗？恭喜我们以上的三位啊，薯条就可乐，走心阳台，南风星空下，真的都是取名的鬼才啊，真的，这几个名字，来，恭喜我们这三位宝宝，你可以获得我们的景言的签名照哦。啊，这个没有，到时候联系客服。对，到时候联系客服。好的，来给你们看一下景言的签名照，想不想要？想不想要？想要的赶紧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来，可以在这个上面签一下。嗯，对，阳走心阳台。对，哇，你要不签吗？啊，对呀、啊。哇塞！哇塞！走心阳台，走心阳台，还有哇塞！哇，薯条就可乐，天哪！天哪！太幸运了吧你们！就可乐，哇！这三位宝宝，你们真的太幸运了！南风星空下，今天好宠粉呐、啊，真的。哇塞，好有心啊！你们要去看那个哈，来，对了，中午的第一宫的演出，是的，明天中午十二点，十二点不见不散。景言的那个乘风破浪的公演第一场，哇，真的好宠粉！来，恭喜我们这三位宝宝。第二个问题准备好了吗？来，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啊，嗯，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产品的名字叫什么？知道的家人们赶紧满屏把答案 Q 起来。这是送分题，来，又是一个送分题啊！这款产品叫做什么名字？知道的家人们来满屏把它的名字刷起来。我们同样倒计时三个数啊！我们同样倒计时三个数，好不好？来，准备好了啊！一定要把它的名字刷起来！真的，家人们，你们真的都是绝顶聪明啊！来，倒计时三个数。聪明。嗯，景言准备好了吗？好，来倒数，三、二、一，接。哇塞！来，我看一下是哪三位啊？如果你的 ID 刚才也出现了，现在就没有了啊。来，烟火结冰，娟儿，八幺八四，老佛爷吉祥又安康。是的，恭喜我们以上几位宝宝啊！烟火结冰。娟儿，老佛爷吉祥又安康，嗯，恭喜我们这三位宝宝啊，到时候明天联系我们的客服，谨言把签名照寄给你们，好不好？来，接下来第三个问题，还有个问题，加油啊。来，第三个问题来咯，家人们听好了啊，完美的小红鼻眼霜它可以每分钟震动多少次？这个是不是也是送分题啊？刚才我好像记得我用过啊，不知道哎，来，厉害啊！每分钟可以震动多少次啊？娟儿刚才说谢谢你，嗯，我看到他，我刚才看到他的那个，对，来，家人们准备好了啊！每个 ID 如果之前叫过的，是不是只能有一次，对不对？景言还有三张我们的签名照片，有没有想要的家人？想要家人满屏把答案刷起来啊！小红笔每分钟震动多少次？来，景言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截。嗯，已经截到了啊。我们看一下是哪三位家里人。家里洋葱外，嗯，我不管，我就是锦鲤。孝子妃，妃子孝，孝2002。是的，来恭喜我们的咖喱洋葱，恭喜我们的我不管，我就是锦鲤，恭喜我们的妃子孝三位家人啊！明天联系我们的客服，锦言的签名照快送到你们的家里面，而且是包邮，大家好不好？来，今天呢，我们会发现这一场真的是送的真的很大气了。
谨言的签名照啊，不是很多人想得就能得到的啊。今天能够得到的，真的都是幸运的家人们了。那么讲到这里呢，如果没有中奖的宝宝们啊，大家也不要欢，就是也不要灰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好几波的福利，还是有机会的。那我们接着聊，刚才给家人们呢已经分享了眼霜，对不对？那我们会发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不光眼霜是王牌，眼膜是不是也是佼佼者？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家有一款火出圈的眼膜。谨言之前有没有见过我们的蝴蝶眼膜？我知道白色的蝴蝶眼膜超好看，颜值很高又好用。除了白色，它还有另外一种颜色，蕾丝。对的，蕾丝啊。来，今天给家人们呢讲一个我们的黑科技家族的一员，就是一上市就被抢空了的我们的蝴蝶眼膜啊。我们会发现很多女孩子是不是都是颜控？对，谨言你是吗？我当然是颜控。你也是颜控是吧？不折不扣的颜控是不是？来给家人们看一下啊，这个蝴蝶眼膜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打开就是一个蝴蝶翅膀的这个样子。来，我先把这个瓶摆好啊，然后让谨言等一下展示给家人们看一下，真的很好看，一个可以覆盖到半张脸的蝴蝶眼膜。是这样。嗯，对。是这样的，就是贴在眼睛上，它就是一个蝴蝶的样子，非常好看。对，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么高深的是细蕾丝。是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这款蝴蝶眼膜呢，它的造型非常的独特，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蝴蝶翅膀的形状。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它是白色蕾丝的，大家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白色的这个蕾丝呢是朝外的，它的这个贴合的布呢是朝内的啊。而且呢，这款布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和。对，而且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的覆盖面积很。一片顶了好几片，是的，它可以就是眼纹纹也可以用，脸上的纹纹也可以用，一片一看就整个脸上都覆盖住了。是的，而且尤其像你的脸比较小，我感觉它是真的是整个都覆盖到了啊。而且我们会发现刚才谨言有说了，他特别喜欢它的覆盖面很大，对吧？咱们这个翅膀的形状呢，就刚刚好从我们的眼角一直覆盖到了我们的嘴角，从六大点去帮我们重点覆盖到了我们面部最容易出现纹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的鱼眸纹呀、眼周纹呀、脸颊纹呀、法令纹呀、嘴角纹都会出现。这款我们的蝴蝶眼膜呢，在精华中的含量呢，它添加了这种抚纹肽，同时呢添加了我们的抗皱肽，双重去帮我们的加持下呢，让我们的紧致和淡纹效果更好。就是里面含的有多肽成分在里面。是的，对，就是满满的心机在这个蝴蝶的眼膜里。是的，这款产品呢，它里面添加了肽的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我们会发现这款产品呢，刚才谨言有 Q 了重点，它里面添加了多重生态，对不对？这个多重生态呢，它不光可以帮我们淡纹，刚才谨言有拿的那个小红笔产品，它里面同样添加了生态。这个蝴蝶眼膜呢，它里面含有四重生态，比方说我们的鱼旋螺肽呀，以及乙酰基杠八呀、乙酰基杠三呀，都是可以让我们的眼周更加饱满，同时可以补充我们胶原蛋白的。这款眼贴膜真的是把我们淡纹拿捏的好好。大家就上手试一试的感觉。是的，可以。这个蕾丝膜真的非常的舒服。是的，超级舒服，而且很贴肤，很柔软。家人们可以看一下，真的超级的柔软。然后就是集颜值和实力于一身的。是的，就是明明可以靠颜值，偏要靠实力的一款眼贴膜啊。对，而且这款眼贴膜呢，我们会发现它为我，它还有一种叫法叫做妆前急救。对，因为它效果是及时的，嗯，就是用完了以后可以马上上妆，就是眼部的妆就会非常服帖。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呢，这款产品为什么它可以及时呢？因为它里面添加了15%高浓度的小分子生态，它是可以直接贴合到，就是渗透到我们的筋膜层的。这个筋膜层呢，可能很多家人们会问，它在哪一层？它是在我们真皮层还要下面一点，15分钟就能改善我们眼部的一些细纹、松弛、紧致我们的苹果肌。你用7片，相当于是做了一次热玛吉的效果。对，而且刚刚我试了一下，它的精华在上面就完全不往下滴。是的，它的精华是很服帖在这个膜上的。嗯，就是你到时候敷上眼膜后来回走，它也不会往下掉，它掉不会掉，然后精华不会往下流。是的，贴合的非常非常好。而且还有一点啊，姐你知道吗？这款眼贴膜呢，它里面足足用了12克的精华。哇！哦，12克的精华在里面，用量相当于是小半瓶的精华了。哇！小半瓶的精华了。
而且呢真的是非常值得。这个膜布呢它用的是 3D 纤维结构的膜布啊，能够紧紧的把我们的精华锁死在你的皮肤里面，然后同时可以让你紧致你的皮肤。那么今天第一谨言到来了，第二这款产品是不是很好用，那我们今天不光嘴上说的好，同时今天给力，今天的价格也很给力啊。来家人们看好了，今天是不是618，今天景言是不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的，你们去买298，是不是只有2盒？是的，因为景言来了啊，听好了，我们今天直播间再送七对儿，相当于又是一盒了，相当于又是一盒了。它一盒是不是七对儿？两盒是不是14对儿？三盒21对了，对不对？今天到手一共298块钱，也就是相当于298，到手一共21对儿。数量有限，来帮我们顶到置顶链接。点置顶，对，已经点到置顶链接，家人们赶紧去拍它啊，真的很划算。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呢，你们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景言会不定时跟大家一直的去互动。而且景言看到了之后呢，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呢，景言也会给一开心可能会给家人们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反正都要有福利。是的，都要有福利，就是要雨露均沾，是吧？每个人都要有福利，对不对？那接下来发福利吧啊，来这样子的，咱们刚才是不是已经开启了第一波福利了，对吧？来，我们来一个第二波福利，家人们千万不要走开。非常喜欢新朋友来到直播间的，以及非常喜欢几年的，来见过的家人们，先帮我们点击一下左上方的关注，同时呢，顺手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家里人。分享给喜欢景言的家里人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同时呢，福利马上就要到了，这次的福利呢由景言说了算。来，同时呢由景言为大家去进行争取。刚才我们的几轮是不是粉丝去回答的？对，来听好了，接下来景言轮到你回答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为你们争取福利的。为争取福利是吧？家人们听好了，我再公布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啊。这边呢由我来出题，一共3道题。如果景言能够答对2道，就能为家人们去赢取你的福利。如果我们放了3个福利之后呢，等一下会在我们的左上角，这个我们现场不抽了，我们在左上角上一个我们的那个好礼。粉丝宝宝呢可以点击参与，今晚每个 ID 只能限领一次，如果是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啊。来，景言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是吧？来，我们直播间的景言的粉丝们，大家为景言加油，来满屏把加油刷起来。同时现场有课代表的可以去帮我们的景言去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来，景言准备好了是吧？第一个，我们蝴蝶眼膜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淡纹效果？急救时间15分钟就够了。15分钟答对了没有？嗯啊，看满屏都在给你加油，有些人在 Q 15分钟啊。景言已经回答上了。来，第二个，这款蝴蝶眼膜我们刚才都说了它是可以贴半张脸的，对不对？那景言还记得它可以覆盖我们六大的哪几个衰老部位吗？眼纹，法令纹，嘴角纹，再想一想，鱼尾纹，还有呢？我感觉他的眼神已经在场外求助了啊。脸上的纹，苹果肌纹。脸上的纹，苹果肌纹，腮帮子纹。好，我们看到了，他刚才有说鱼尾纹对不对，眼周纹对不对，苹果肌对不对，脸颊纹对不对，还有腮帮子纹啊。来，我们会发现景言真的很聪明啊，已经答对了2个了，对不对？来，第3个问题，景言要不要再挑战一下？可以。来，准备好了啊，咱们这个蝴蝶眼膜的功效是什么？可以淡纹纹，可以让紧致，还可以让皮肤提升，提拉是吧？对，淡纹紧致提拉。哇，我真的，景言，你之前是不是我们有工作人员给你透题了？没有啊，我刚刚猜的。刚刚猜的是吧？对，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因为景言答对了，所以又给我们的很多宝宝呢争取了一些福利。我们刚才呢答对也说明景言真的听得很认真啊，而且来之前呢肯定是下了功夫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了。那么接下来呢，来家人们满屏把谢谢景言刷起来，然后呢我们一起和景言一起来把相关的产品给到家人们。讲到这里，来景言猜一下接下来会送什么。送很多很多的福利和礼品，然后是那就眼膜吧。送这个眼膜吗？对，这个是卖的。
也可以做呀，也可以做啊，是吧？这样子的，现在呢，满屏把谢谢几年的刷起来，我们给家人们送三盒蝴蝶眼膜，好不好？哇，不用花钱买了，直接送啊！在我们左上方的实物抽奖里面，大家可以去集点开，然后去看左上方的实物抽奖。已经给他上了，来，已经给家人们上了啊！我展示一下啊，你们看到左上方有个黄色的提示没有？这个黄色的提示呢，上面有写实物抽奖，对不对？你点开这个实物抽奖之后呢，它里面就会有蝴蝶眼膜三盒给到家里面。哇，今天真的几年过来之后，这个福利真的太大了。来，同时还有一点，今天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不要离开，接下来我们还有两轮福利，包括谨言给到家人们的一些惊喜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离开，也记得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来，讲到这里，谨言还记得咱们的那个蝴蝶眼膜在几号链接吗？1号啊，置顶链接啊，聪明啊，大家都喜欢就赶紧去我们的置顶链接去拍啊，618大促，我们的谨言专场福利多多呢，优惠也会多多，而且呢，谨言已经帮我们的粉丝们呢认真的了解了小红笔和蝴蝶眼膜了，对不对？觉得很好用，对不对？非常好啊！但其实呢，我们想要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眼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谨言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办法？来，猜一下，就是最简单的办法了。嗯，好，熬夜吧，多睡觉。有一个好的作息才会有好的皮肤状态啊，是的状态。哇，我真的我发现你太聪明了，难怪你以前可以做课代表，学习课代表，学习委员。没有，我其实以前是那个舞蹈组的，就是运动组的，对，体力组的，就是肌动作特别快，是不是？但是出体力活的是我组的，学习课代表跟我不太好。哇，我觉得你这个小身板，你要是跟别人说你是干体力活的，确实有点不太像啊。我估计见到你的人应该都不太那么狠心的让你去做工作吧？不会，我大力出奇迹。好厉害，就是人不可貌相，对不对啊？刚才锦言已经说了，如果你不想有纹的话，一定要注意作息，对不对？嗯。那么今天在这里呢，也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主播也好，工作人员也好，是不是天天在劝大家不要熬夜？效果如果经常熬夜的话，是不是就不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之前很多主播劝大家不要熬夜，但是很多人不听，要不锦言劝一劝？好，虽然我也熬夜，但是你没有办法，工作性质嘛，是不是？不工作的时候我也熬夜，都一样了。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早睡，然后睡前少刷刷手机哈，然后就是尽量早睡。毕竟我们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对不对啊？对。接下来呢，谢谢我们锦年暖心的提示。那么讲到这里，我想问一下锦年，你知道咱们这一次主题是什么吗？这次主题是了不起的中国成分，了不起的中国成分是吧？嗯，还有一个，再猜一下。好，中国傲娇美丽全开。哇塞，真的一提示就知道了啊。那我想问一下景言，你知不知道它这里面的娇字指的是什么？胶原蛋白啊。哇塞，这个是不是送分题？怎么觉得我这太聪明，还是我问了一个智商税的问题？对，就是胶原蛋白啊。我们会发现咱们这款小金针的刺泡呢，它里面的胶原蛋白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来，我给家人们来一个厉害的，那个胶原蛋白一来，这个真的是谨言自己超级喜欢的一款产品，一个刺泡精华。这款刺泡精华，首先第一点，我们很多人是不是都知道这款刺泡精华，而且它是全人员的刺泡精华。讲到这里，来，我问一下谨言，你知不知道，往下一点，你知不知道这个全人员的胶原蛋白是什么胶原蛋白？就是很厉害的胶原蛋白，非常非常厉害，它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它含了好几种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是的，对，那具体给我们讲讲。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一款胶原蛋白呢，它用的是全人员的胶原蛋白。那我们会发现完美在这个产品研发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所以它被称为了不起的中国成分。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在抗老上面的，大家是不是一般都会选择什么玻色因啊、胜肽呀、A 醇之类的，对吧？但实际上被列为四大抗老的扛把子的，第一个就是全人员的双胶原蛋白，其次才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三个。哦，那它跟普通的胶原蛋白有什么不一样？厉害在哪？首先第一点，我们日常会看到胶原蛋白，它是不是会从猪啊、牛啊身上提取出来，对不对？
但是动物的这个胶原蛋白呢，它不能够完全被我们的肌肤吸收，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不知道这个动物它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所以它可能里面会有一点点危险啊。那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全人源蛋白呢，它是跟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序列呢是同源的，相当于是我们人体胶原蛋白的好兄弟，完完全全可以被吸收的。而且它这个里面的就是氨基酸呢，和我们人体氨基酸的序列排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好吸收，被我们人体吸收之后完全不会出现排异，也完全不用出现这种需要耐受的这种方向，所以敏敏肌宝宝也可以去用到它。所以它叫双胶原蛋白，意思是它里面有两种胶原蛋白吗？是的，它里面有两种胶原蛋白啊。首先第一点，我们会发现它补充人的胶原蛋白呢，第一，它人体里面的胶原蛋白呢是超过了20种的，其中我们会发现有80%呢是一型，有15%呢是三型，所以这两种胶原蛋白呢是可以给我们的肌肤支撑起来的。一型呢是可以帮我们紧致轮廓的。举个例子，你坚持用10天的小金针，你会发现你感觉你全脸都是空的。就是紧的那种感觉，而且一点，你熬夜呀之类的，你的肌肤都会不会出现那种又松又垮的现象。所以呢，想到这里，景言有没有知道它里面的哪两种是可以真的支撑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是第一型胶原蛋白和第三型胶原蛋白，一个第一型是支撑基底的，第三型是支撑就是表面的，两者结合才会让你砰砰砰砰，就是内外相结合，让我们的皮肤更好，对不对？对。那我们会发现。很多女生过了25岁，是不是皮肤开始走下坡路了？胶原蛋白流失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如果你出现这种问题，一定要去用一下我们的小金针。这款小金针在除皱以外呢，它还可以对待我们的这种敏敏肌非常非常的良好，因为它里面呢添加了一个红蝎素 EX 成分。这个产品的包装后面呢是有写了的，第一，它里面添加了红蝎素 EX。同时呢，它搭配了我们的伊可多因，可以淡化我们面部的纹路，而且是全脸都可以去用的，淡化眼纹，淡化抬头纹，淡化法令纹，可以相当于是这款小金针的淡纹效果是属于那种 YYDS 的那种。就是符合我们的主题叫中国骄傲。对，我觉得成分党的宝宝们应该会很喜欢这个。是的。来，这样子的，我们只让就是个别人喜欢不够，对不对？我们都说了。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今天景言的粉丝有没有特别喜欢这一款的？如果有喜欢的姐妹们，来看好我们的置顶链接啊，今晚的优惠力度特别大，来，你买30支，我送你16支，因为景言在才有的，如果景言不在，我们就没有了。你买30支，来，我们送你16支，只需要388元，到手一共46支，喜欢就不要错过。而且还有一点，左上角是不是刚才给大家来了一波福利？5分钟之后就差不多要开奖了，所以里面呢是景言的10张签名照片，这个给家人们放了吗？好，现在放啊，来给家人们左上方放一下我们的福袋，再放景言的10张签名照片，然后呢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去用到它，然后看了评论的宝宝如果有什么疑问再来问我们的景言啊。而且还有一点，在这里我再问一下景言，这款产品它属于次抛，对不对？那怎么去解释次抛精华呢？很简单，就是一次用一支，用完了就抛掉，就很像我们之前了解的那种美瞳，就是一次性的次抛的那种，用完就用下一支新的。没有错啊。那我想问一下景言，你知不知道这种次抛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好大呀，就是对于到处走或者说经常出差的宝宝们来说，就是太好的东西了，它不占地方，很轻，同时它非常干净，然后会让成分保鲜，成分保鲜，而且携带特别方便，对不对？这样的设计呢，第一非常适合那种做空中富人，那空中飞人的那种外出打工的人啊，一次一支用完就丢，非常的安全，而且也非常的方便，对不对？那么评论区的宝宝还有一些不知道小金针怎么使用的，来景言教一下家人们好不好？好的，就很简单了，就掰一支下来，然后拧开以后，倒到手上。是的，倒在手上，这质地非常的清爽啊，就流动性极强，然后很好吸收的皮肤，就上妆会非常的贴。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家人们可以看到它的吸收是非常非常快的。对，这款产品你用完之后有那种黏腻感吗？实话实说的，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对吧？大家会发现，第一，这款产品呢非常的清爽，它不挑皮肤，你的皮肤是干皮、油皮、敏敏肌、混合肌都可以去用到它。而且还有一点，景言，你日常是不是只是把它单独的涂在脸上的？我日常对，就是
面膜敷面膜之前我也可以涂它，也可以当精华来用。嗯，我只知道这两种，还有我再教你几个小窍门。好，第一点，我们有一些家人是不是涂了面膜，涂完会发现还是干，对不对？你涂面膜之前把它用来打底，全脸涂抹再上面膜，你把面膜取下来，皮肤又透又亮。嗯。第二种就是我们很多家人如果熬夜之后第二天化妆是不是会卡粉，你把它用在粉底液里面，哦，啊，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贴妆。第三点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洗面奶里面，也可以完全去使用，好不好？哦，来这样子的。今天呢，很多人进入直播间跟景妍是不是学习到了特别多的知识啊？来，景妍想不想来我们的第三轮福利？赶快上福利，赶快上福利了是吧？嗯，来，家人们看好了啊，点击我们左上角的这个福盒参与抽奖就可以了。礼物是我们刚才给家人们上的我们的那个景妍的签名照，是不是？嗯，签名照是不是？是的，是的。几分钟可以开？这个还有一分钟可以开，还有一分钟可以开啊！来，家人们看好了，一分钟开了之后不够，因为景妍今天来了，对不对？来，再给家人们加送三份刚刚介绍的这个小金针刺汤。对，十支装的，十支装的，十支装的啊，是三份，十支装的三份啊，就是景妍现在手上拿到的十支装的三份，五分钟之后开福袋，我们还有15秒，刚才13秒、12秒、11秒、10秒，景妍的那个签名照是不是就开了？是的。然后开了之后，紧接着再上三份十支装的景妍特别喜欢的小金针刺泡，好不好？来，赶紧把它上起来。开奖了！来，同样的啊，家人们，今天把中国胶原就是那个美丽全开满屏在公屏上打起来。中国骄傲美丽全开。是的，来，想要喜欢的家人们，满屏把一字刷起来。啊，喜欢想要中奖率更高的家人们，满屏把一字刷起来。然后讲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景妍现在有好多人都在 Q1，对不对？嗯。那直接这样子的，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节奏紧一点。好，我们开始来第四轮福利，行不行？可以。啊，第四轮福利，家人们看好了啊！评论区很多人呢都要去进行一些猜，我们看一下评论区的福利是什么啊？来，今天景妍呢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福利，这样子的。我们在结尾之前呢，我们找一个幸运宝宝，景妍给他送一个图签，行不行？可以啊，可以啊。来，这样子的，今天在结束之前，家人们把我们的景妍好完美满屏刷起来，家人们把景妍好完美满屏刷起来之后呢，完美，对，来，景妍抽一个我们的幸运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一个才是我们的心头爱嘛，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能每个都爱啊。我们抽一个，然后呢，景妍给这个位宝宝送一个图签。好的，准备好了吗？嗯，来，倒计时三个数啊。景妍准备好了不？好，来，倒计时3、2、1 ，OK。来 ，OK， 已经截图了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刷了。哦，这个叫做轻秒吧 ，JD。哇，这是轻。是不是 JD 三个小是什么字啊？那不是秒，应该不是，那应该不是秒字吧？来，我都看到突切一下。太轻的轻，三个小。对，三个小这个是什么字？帮我们搜一下 okay, 啊，来秒是吧？对，就是秒字是吧？来，恭喜我们的这位宝宝啊，获得了我们景妍的突签。到时候呢，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直接送给家人们了啊，直接送给家人们了。来，最后呢，我们再播报一遍我们的活动方案，就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第一个，购买我们105号的小红鼻眼霜，到手价格298元，买30克到手60克，再送6片面膜加我们的刺泡2支。购买104号我们的蝴蝶眼贴膜呢，到手是298元，买一盒呢送一盒，再加赠7对我们的同款眼贴膜，到手21对。买我们103号链接的小金针刺泡精华呢，到手只要388元，加赠16支我们的同款刺泡，到手一共46支啊。同时呢，购买102号我们3代檀的精华液呢，到手只要288元，内盒呢还会再价值赠送我们的日夜精华3ml的眼霜2支，再送我们的旅行装，再送我们的那个小红笔的试用装3克的5支啊。所以今天晚上下单的姐妹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所以想要拿到我们景妍福利姐妹们赶紧冲。讲到这里，景妍我想问一下，你今天的这个福利可以延长一点吗？当然可以。那延长到我们下播之前可以吗？你们要给大家发大大的福利。是的，所以呢家人们一定要记好啊，
今天谨言的兔签已经给到家人们了，而且呢，我们今天的好运呢是刷不停的，所以我们这一次中奖规则呢和以前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截屏的就是刚才的那一位粉丝呢，他是获得了我们签名照了，对不对？对。而且呢，我们谨言也已经给大家签了我们的签名照了，所以一定要记得联系我们的客服，就是我们的亲秒啊，联系我们的客服，明天给家人们邮寄到家，好不好？啊，好。而且还有一点，现在呢，时间过得也挺快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种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匆匆啊。那在这里呢，其实现在也比较晚了，我们就不耽误谨言的那个休息时间了。来，要不要再公布一下明天的？哦，公布一下明天。对了，明天中午12点，凌晨公布了我们第一次公演的舞台。几点钟？中午12点。是的，中午十二点啊，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那个谨言的《乘风破浪》的这个公演现场啊，12点不见不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谨言可以从长沙特地赶到广州来空降我们的京东自营的直播间，为大家去普及我们的产品知识，同时呢，为大家去带来我们这么多的好物分享。所以希望家人们呢可以跟谨言一样成为一位护肤达人，跟谨言一样皮肤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啊。今天的现场呢，感谢我们的谨言，也感谢各位家人的捧场，一定要记得关注完美，关注谨言，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关注我们完美，多买完美，今天赶紧下单，然后明天中午别忘看成功过的。是的，今天呢，谢谢我们的谨言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谨言，现在比较晚了，回去一会儿早点休息啊。满屏把谨言好好休息刷起来，刷起来宝宝们，是的，刷起来宝宝们啊，来刷起来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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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